你以为你这样抱着他不咬就不是你干的了吗？真相永远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你为什么因为看这个你现在在打警察，你知道吗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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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夜我是毛利小五郎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不规则的鞭不是野兽咬的，不是蚂蚁咬的，就是你这只狗子咬的。徐乃优，就是你干的。你现在还在咬警察，你在殴警，小心你被背叛，终身监禁。你现在已经在咬警察了好吗？我今天是毛利小五郎好吗？就这样，为什么？我给你们分析，为什么你不让我分析？你要干什么？